记得真好。你好，您这次拾金不昧的一行啊，大家都非常钦佩您，我们希望能跟您随便谈一谈。您这次捡到那么多的钱呢、能够很快的就退还，您这种可以说是一种义行了，我们非常钦佩您。您觉得当时捡到这么多钱，您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感受是怎么样的？我当时的时候捡到这个皮包，我车子倒回来以后啊，这个车上有一个旅客吐了，吐了我就搓一这个负责清洁的人呢就不在嘛，我就去搓了一撮沙子，拿个扫把上来准备把它扫一扫，结果我沙子一倒啊，我就看到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皮包，我打开一看呢，黑色皮包里面有很多这个新台币在里边，结果还有其他的东西了。我当时就是，我就赶快拿到这个东西啊，就送到站上，交给我们这个泰山站王站长。清点以后的时候，我们站长就马上打电话通知西站，通知西站的时候，这个服务台呀、啊，看看这个遗失的失主啊，是不是有来找寻，叫他到泰山来这个找领回去。所以说我当时捡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遗失的人呢、啊，心里面一定很着急的，哎，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们站长，我们站长也很赶快的，很快的，利用很快的方式啊，就通知这个失主来把这个东西领回来。是，您当时为什么很快就做一个这样的处置？因为这个我们公路局啊，一向就有这种做法的，这并不是我是一种特殊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的长官一再的交代我们，绝对不可以这个是占用旅客的东西，就是捡来的东西啊，一定要还人家的，并且遗失在我们公路局的东西并不算遗失，就是说等于摆在我们的，我们跟那保管一样，对，除非是旅客捡去。同时在我这个以前的时候，有很多这个同事啊，也捡到很多的钱呐、啊，很多的这个、贵重物品呐、啊，都还人家。我也只不过是效法我以前的同事而已，这样的。您客气得很，谦虚得很。您这个驾驶有多少年的经验了？大概有8年多的时间。8年多了，是是。我们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、非常优秀的驾驶人员。目前我们这个交通秩序啊不太好，正在全力的整顿。您以这个驾驶员的立场啊，谈一谈对于改善交通有什么意见好不好？好。不过这个记者先生讲我是个优秀驾驶员，这个我不敢当，这是给记者先生的一种那个过奖呢啊。对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我的感想啊，第一就是说应当着重于我们这个交通教育方面，交通规则的教育方面，使每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呢、啊、能够了解这个交通规则，使他自己知道走自己的路线，觉得这个移动车辆走移动车辆的路线，加重车辆走加重车辆的路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开车子的这个自己的一种约束，希望我们开车子的同仁呢、啊、不要超速，不要超载，要按照自己的路线去走，这是我第二点感想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负责交通当局啊，能够以尽快的速度来改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设施，使我们的这个交通啊，这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。这是我的三个感想，我说报告完了，谢。非常高兴能够跟您谈一谈，非常高兴访问到您。那是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那谢谢记者先生，谢谢记者先生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讲。